五氟两胺是快充吗？五氟两胺并不是快充，而是最普通的充电标准。五氟两胺最大充电功率十瓦，充满一块3000毫安时的电池手机大概需要2小时20分钟。它充电的速度不符合快充标准。工信部发表了我国首部快充标准，快充的定义为充电30分钟，电流大于等于3安，或者总充电量大于等于60。协议种类共包括闪充五大标准。很明显，五氟两胺未达标。手机上要实现快充功能，需要满足3要素：充电器、电池、ChargeIC 缺一不可。充电器需要满足足够的输出电流以及输出电压。